美观吗？有美观吗？有美观吗？我们没有纸，等一下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小七，今天依旧是玩游戏的一天，依然是认识我弟弟万小北和神秘嘉宾的一天。大家好。那大家都不知道昨天的是谁吧？他就是那个搞办公室的。好了，我们的游戏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箱子，一会儿我们要戴上眼罩，然后把手放进去摸，然后当然是这样是不够的，当然是不够的，就是这样子才体现出我们的聪明才智，对吧？就是我们伸手进去，它是有人的箱子，是有东西，有点箱子是有东西的，然后我们就要描述这个东西是长什么样子的，然后呢，就是如果东西的人反过来说，我们用他们的去猜，他们知道我的箱子空的，它就是一个我是握着的一个摸箱子。好了，开始啦 ，Go！ 我真的好害怕，好可怕，怎么办？摸到了，没有反应吗？我知道我这里面是什么啊？这是啥？摸好了。好，那个小北开始先描述自己箱子里的东西。刺刺的。我的箱子里是一个，就是那个就像小摩托一样的东西。我的这个应该是个食物吧。来，第一轮描述结束，就是大家觉得谁是卧底？来，三二一，投。好，小心出局。因为你在乱讲，你就摩托。我们两个摸到的是食物。好，小心，你现在可以继续去猜他们两个手里面是什么东西。来，再来一轮。一个，就是一半一半的，就是它外表是一半一半的，蒜瓣子。就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的话就不适合吃的火龙果。哦，猜到猜到猜到，别吓我。我不敢碰。碰到了碰到了。来，第二轮描述，从小鸡开始。哦，我的这个是平常都会用的一个东西。我有时候会用，有时候不会用。这个的话是基本上都是一个热门单品。来，三二一。小北被投票出局了。来来，那个大家描述一轮，然后再猜，好吧？从小北开始。夏天会用到的东西。晴天会用到的东西。我喜欢用黑色的。啊，我这样子更猜不出来。我再说一遍。素颜可以用的东西。出去玩可以用的东西。你这个是哪来的吧？别的。我很少用的东西。啊，那前面你还说你用鼻涕，我用可用可不用，但我也很少用。来，三二一，啪！哦，这回选对了，但是我其实已经赢了，你们第一轮没有投出来。我什么都没有。那卧底赢了。第三轮喽。啊！不是。我的箱子里是我喜欢啊！我这个每天晚上回家都会用的啊！你们让我迷惑，说的么还不如不说，我自己讲啊，黑黑的。来，三二一，投票。哦，不构成，没有，这局牛牌，还从零开始再说一次。我这个，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让它变成美食。我这个，我隔一段时间再买一次。我这个的话是女生比较喜欢。我谁自己投自己这一关？来，我们还是再来一次，因为没有人两票啊。来，从林哥开始。我喜欢吃浓度高一点。我喜欢用清爽型的。我喜欢用清爽的。你我不说就谈，我不说就谈。你可以直接猜我的食物就赢了。土豆。土豆还是？你跟我们不是一个频道的呀，我们是高级的，我们是意大利那边的，你这是农乡下的呀。巧克力。对，猜对了。好，第四轮开始吧。好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样子我不敢摸了呀！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湿的，我怕。我可以打一把掌吗？这个晚上咋没吃呢？你现在是什么？你玩我猜，你跟我猜呢？你跟我答摸，给我逼摸。好，来，从小北开始说。是湿的。可以让你吃。你问我呢？这是个问题。陈述句。我喜欢。你喜欢？那我不喜欢。没有，现在不构成投票。请小北再来一次。臭臭，腥腥。我看你怎么编。我喜欢腥腥。我喜欢红烧骨。如果大家觉得游戏是卧底的投啊，来三二一投票。哦，卧底被投出，卧底输了。小七和林哥继续说，然后卧底去猜一下他们俩的名字是什么。错了，不是鱼。章鱼。八爪鱼。它会变色。都会变色啊，螃蟹也会变色啊。虾。哦，猜对了，猜对了，猜对了。好，第五轮开始喽。不是。软软的，软软的。不能拿出来，小杰，放回去。
我妹应该很喜欢。对，我弟弟应该也很喜欢。那肯定不喜欢。他会跳。好，第一轮三二一。想不出来。好，第一轮投票未成功，来第二轮，从林哥开始。他每次都需要去调节一下。他应该会飞。啊？那他会降落。他毛茸茸的。好，来，九月十是卧底的，投票来，三二一。好，来，小七出局。为什么？卧底赢了。说他们两个是什么东西、啊？玩具吧。林哥呀，你为什么要指我呢？因为你说你湿湿的，我这个哪里湿？我说我这个软软的，我什么时候说过他湿湿的？我也不软，你这哪里软了？告诉我，这不是软的吗？还硬的，你捏。啊，这是。不要动的，毛茸茸的就行了呀。那我们现在的话，我们的游戏就结束了。今天的是谁是卧底大挑战？对，其实最大的卧底就是左林，就林哥。今天游戏是林哥赢的。对的，然后那个林子君。自己自吹自杀，还卧底赢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下次见，拜拜。